防弹少年团去年开始减少团体活动，成员们各自 solo 发展。不止 J-Hope 和 RM 公开个人专辑 ，Jimmy 也宣布将在三月回归。而继大哥 Jin 在去年十二月入伍后 ，J-Hope 即将成为第二位入伍的成员。BTS 所属公司 Big Hit Music 今天公布消息 ，J-Hope 已经取消延期入伍，也向相关单位申请了当兵事项，因此他将在不久后到军中报到。不过详细日程会在确认后公开。J-Hope 以专辑 Jack in the Box 展开 solo 活动后，站上许多世界舞台，成绩相当亮眼，更公开个人纪录片，成为 LV 全球品牌大使等等。前阵子他还现身纽约街头，疑似在拍摄舞蹈相关节目。今日宣布入伍后，许多粉丝猜测他可能准备了在当兵期间能留给大家的礼物，真的被 Hope 的暖心感动到不行，也期待防弹少年团可以如预期在2025年合体回归，带给阿迷们更多好作品。Oh, oh, oh.